表演的，哇，好撚勁，你自己。再加幾瓶顏色就搞掂。係啊，劉友傑，爹哋，好犀利，影張相，有時影張相，喂，爹哋，嚟，阿 Jo， 好難得兩個大師喺度，兩個大師，犀利。有成個組嘅畫咗半㗎，快兩隻啊，係啊，係好正，而家香港。最著名的沙畫大師海潮，離遠睇係一條大魚，就塌曬嚟嘅，係塌曬嚟啊！冇得頂，好正好正，即係佢個畫真係耳目一新，係被遺棄的雞杯嚟。哇！唔好爆嚟啊！